一小队，集合！我这次演的人物的名字叫徐卫东，职务是一分队的队长，是个非常认真，然后非常有担当的警察。哎呦喂，枪手，看到了，队长我去了，杨山。在维和防暴队中饰演的角色叫杨震，然后性格的比较直来直去，然后很有一股忠贞的那种感觉。 我这次饰演的角色叫丁慧，在我们的小队里面担任的是翻译。我们在训练当中也是严格要求，感觉到我们这些演员在用一个高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所以说我觉得达到我们预期的训练的目的。 大家都是嘴巴呀、鼻子里都是桶，为了呈现出好的效果嘛，总体还是好的。自行车，为了更好的展现演员的技战术的动作，从头盔、防弹衣、所用的枪支都是一比一还原了我们维和装备。有问过我们的辅导员，教我们就是持枪啊一些动作。设计的动作真的难度还挺大的，装备确实是有一点不单，主要的跑酷动作还有设计动作都是我去完成的。撤！接这部戏之前就有告诉我说，有很多的这个法语翻译的工作。真的是零基础，法语老师每一句台词都给我录下来了视频，然后就不停的听，然后就去模仿，然后再去背。我要很好的还原他们，尽量的去把他们的生活状态表现在我们影片当中。 我从小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去维护世界和平。可是现在我才发现，原来做一个警察并没有那么容易。在小时候慢慢长大，变得越来越热血，然后慢慢关注到警察，觉得警察是一个非常酷、非常伟大的一个职业，然后慢慢的就喜欢演警察。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骄傲一样，维和警察相当于是一个大国自信、大国力量。 我们这部电影让更多的大众群体了解我们维和警察在干嘛，也了解到我们维和警察的苦衷。再有人不准开枪！你分得清楚哪个是平民，哪个是暴徒吗？祝愿这群最可爱的人们在外面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平安回家。祖国等你们。